非王林，首先，清朝其实也不是最大的。另外，读完本文需要八分钟，尽量说清楚，以免被喷。清朝和民国的问题不是很好回答啊，一言不合就开怼。说清朝好话的容易被批判，说清朝好于明朝的更加容易被批判。另外，去年二部大火的电视剧《延禧攻略》和《如懿传》里面多多少少提到了领土问题。《如懿传》中，皇帝在探讨远嫁公主来莲和蒙古部落读者提问，清朝领土为什么比历史上其他的朝代要大？周恩来在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中这样评价清朝，今天我国的版图这样广大，就是从清朝继承过来的。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应该承认清朝对此是有贡献的。还有一篇文章叫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也有类似的评价。我认为主要有四个原因：清朝强大的武力，清朝雄厚的物质力量，清朝卓有成效的边疆开发，清朝灵活多样的民族政策。清朝皇室有尚武的传统，零幺强大的武力。先说第一个原因，现在的国人受到几十年来官方近代史教育的影响，总有一种清朝被列强吊打，军力羸弱不堪的印象。其实这是一种很片面的看法。衰落的晚清被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吊打，不代表清朝前期也被吊打。实际上，清代武功之盛，武力之强，在中国历史上也算罕有奇迹。从努尔哈赤崛起，统一女真，横扫辽东，大皇太极建立清朝，征朝鲜，灭察哈尔，占明朝，再到顺治年朝入主中原，扫荡大顺大西，灭南明诸政权，康熙朝平三藩，收台湾，战沙俄，三丁准格尔，出兵西藏，雍正朝平定罗卜藏丹津，收青海，乾隆朝灭准格尔，平定回部，征大小金川，反击廓尔喀，占缅甸，伐安南，可谓武功赫赫，期间也打过不少败仗，但最终清朝总能取得战略上的胜利。即便是已经到了清朝走向衰落的道光年间，清廷还能在万里之遥的新疆大规模用兵，一举消灭受沙俄支持的张格尔叛乱势力，反击浩瀚入侵。1840年以前的清朝，可以说在其周边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或民族能对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这和汉朝长期困扰于匈奴，唐朝长期被吐蕃威胁，宋朝长期受辽金西夏和蒙古的压力，以及明朝长期遭到塞北蒙古各部侵扰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正是清朝强大的武力打下了清代的辽阔疆域，也正是清朝强大的武力确保了外敌不敢大规模入侵，帝国内部也没有人能够动摇清廷的统治，从而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明末行事图，中国大地上多个政权并列，四周还有众多的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国家，最后清朝以武力实现中国的大一统，并对周边各国形成威慑，保证了中国长期的和平和边疆的稳定，零二雄厚的物质力量。再说第二个原因，强大的武力只是基本的保障，但是要想长期控制这些地方，还需要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撑。汉唐明等朝鼎盛之时，也曾开疆拓土，疆域辽阔，然而由于开拓和守卫边疆成本太大，造成了国家财政和巨大压力，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放弃很多地区。而到了清代，由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国家拥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远超以前各朝代。18世纪中叶，清王朝达到其强盛的顶峰，拥有人口 2.5 亿，耕地超过10亿亩，粮食总产量超过2500亿斤，一年财政收入多的时候超过5000万两白银，少的时候也有4500万两白银。这些数字表明清王朝拥有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物质力量。所以虽然清代开拓边疆的战事频繁，耗费巨大，
但却对人民生活没有太大影响，国家财政压力也不是很大，这就进一步坚定了统治者开拓和守卫边疆的决心。乾隆时所绘平定准部回部图卷记载了清军平定准噶尔和回部叛乱的历史事件。这次战争前后四年耗资3000多万两白银，展示了清朝雄厚的国力，零三卓有成效的边疆开发。再说第三个原因，历代开拓边疆除了以武力为保障，还要对边疆进行开发和建设，以为长期守卫提供物力支持。历史上勤分开方河套地区，汉唐基层在西域搞军团，明层对西南进行大规模移民，都是出于这个目的。清代在边疆开发方面较之前大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有清一带、东北、内蒙、新疆、台湾、云南、广西包括抗藏的边疆地区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其中开发成绩最大的是台湾。台湾在清朝统一时只有区区20多万汉人居民，此后清廷从福建大量向台湾移民，到清中期台湾已经发展到了200多万汉人居民。同时台湾的制糖产业得到长足发展，并因此带动了整个台湾的经济繁荣。新疆地区则是清廷在平准平回之后开始大规模通过政府力量向此地进行移民。移民分两种渠道，一种是军屯，清廷直接把大量八旗和陆营官兵移驻到新疆，一边守卫边疆一边开荒屯垦；一种是民屯，清廷以较为优厚的条件从陕西甘肃一带招募平民帮他们移民到新疆。内蒙地区和东北地区清廷对于移民汉人有一定的顾虑和限制，但是随着汉人自发移民到这些地区开荒的现象越来越多，清廷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抗藏地区则是到了晚清，清廷开始对其进行强制性的改土归流，从四川移民过去。经过清代的边疆大移民大开发，边疆地区同内地的联系日趋紧密，新疆、台湾以及东北地区都纷纷设立了行省。清政府还曾打算在外蒙和西藏设立行省，只是因为辛亥革命而未能实现。清朝对边疆的大力开发为清朝长期稳定的控制这些地区提供了有利的物质保障。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每年一度的西迁节庆典活动，以纪念乾隆时期从东北故土奉旨西迁新疆守卫边疆的锡伯族祖先领司灵活多样的民族政策。朝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特点进行各有特色的管理制度，制度创新，对满族实行八旗制度，对蒙古族实行蒙旗制度，对汉族实行行省制度，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土司制度，但一直在推进改土归流，对藏族实行达赖、达夏、驻藏大臣三头统治制度，对维吾尔族实行博特制度。这些制度稳定了清朝对不同民族的统治，也稳定了广大的边疆地区，实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因地制宜的治理方法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同时清朝统治者也充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和信仰，清帝一方面尊奉儒家思想，崇敬孔子，同时也对满族的萨满教、蒙古族和藏族的藏传佛教、汉族的道教和汉传佛教、维吾尔族和回族的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采取包容和平等的态度。等在清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各民族之间大多都能和睦相处，清政府也都能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清乾隆时期修建的承德外八庙之一小布达拉宫外八庙，充分体现了清王朝处理民族问题的智慧和手段。这四点决定了清朝对广阔的边疆区域能够打得下、耗得起、守得了、稳得住，所以清朝的领土才如此辽阔。经过清代200多年的时间，民族融合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一个集合了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基本形成了。这是清朝为中国做出的一大历史贡献，也是清朝能够长期稳定控制广大边疆的重要原因。然而不争气的晚清政府看大家在留言区的反应，再决定是否继续回答清朝的问题，如有冒犯还请见谅。
更多有趣好玩的军事文章、视频、图片、电影、游戏，关注军务自卫免微信公众号。